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Y， 来看路虎中有提供哪些车吧 ，Let's go。 首先呢，第一辆是大家期待的 Lamborghini 雷文顿，铁灰色的车身非常帅气啊。紧接着在后头的是 Mercedes AMG G63， 这台车也是许多男人的梦想。再来，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McLaren 的 MP4 12C。 跟在12C后头的是拥有800多匹马力的赛道机器 Aston Martin Vulcan。 再来，我们看到的是 BMW 的厂车 M6 GT3。 紧接着在后头的是 C 罗的座驾 Bugatti Santo Dieci。 再来，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是我们的 JDM 传奇 Mazda RX7 FD3S。 至于呢，台服会不会跟进，还没有消息，那就各位敬请期待。我是 HY， 我们下次见。